你要做异常处理的哈，因为我想说你待会中间还是会有一次找的同事让你一下课一下，先去赶快定出来。那我知道我加薪的多少人，到时候才知道说跟系上的讨论怎么样去处理教学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呢就把66页讲的这5个交易，有些人大概有2个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其他呢大概就没有讲很多，那所以重点呢在我们这张里面呢，它也不是告诉你这5个交易怎么来的，它只是告诉你当你有发现这5个交易你期末所造成当年度所发生的影响变动，那变动也好就是增加也好减少也好，你就要列在综合损益表的期末综合项下，只列当期变动的。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在我们的67页，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从继续营业单位有一个所得税不用之外，其他大部分我们都是用直接用税后金额来表达，最多是在花幅哈这个交易的或者是项目或者是科目的花幅里面去注明它对所得税的影响是多少，是这个扣除所得税还是节省所得税，如果扣除所得税你就会知道它是利益，节省所得税它一定是损失，它才会节省。好，所以在我们的67页呢它有2个表达方式，那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右手边的就是以税后的金额，那左边的呢它是把这些其他综合损益呢也列出一个所得税费用或利益出来，这是也有一种表达方式，但是通常比较少，我们都比较习惯直接用税后金额是多少这样子，就是左边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那个67页有关于其他综合损益在报表上面的表达。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5个交易啊，我们刚这边哈，包括一个现金流量避险，这5个交易当它实现的时候要怎么办，好，现金流量避险这5个交易时候，它有可能两个跑到两个位置，一个是影响当期损益，就是本期损益，就是你直接调整就会调整到我们的损益表的本期损益前面那一段，或者叫做业外。好，一个直接调整到保留盈余。我们的应该其他重分类了，这应该讲到它的重分类在68页，啊，这个如果你拿到是第6版的话，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好，第6版的话你就注意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我的其他综合损益，它如果实现了，好，那实现了要怎么办？好，要怎么处理？那你可以看一下呢，在我们的68页，好。他说呢，你可以看一下，当这个其他原属于其他综合损益的项目重分类，本来应该是列为本期损益的项目的时候，就要避免重复计算。好，那我们后面会看一个例子了哈。那这里面呢，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第二段。好，根据 IAS1 的规定，好，重分类的情况，第一个处分国外营运机构现金流量避险，还有处分被公出售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当这个三个交易啊，三类交易实现了，那我直接重分类到本息损益里面。好，那另外两类退休金跟我的资产重估，当它实现的时候，我就直接影响保留盈余。好。这个地方请你注意一下，这是第三，如果第六版的话呢，它的备公出售是是写说当它实现的时候直接调整保留盈余。好，这个是第七版跟第六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规定了，好，国际那个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台湾的会计台湾的 T 你如果上个礼拜应该大家都看过嘛，我们的中华民国会计若干基金会有个 TIFRS， 好，就是台湾版的国际会计准则。好，那这个已经有把它明定清楚。好，这五类交易里面，换算调整数，还有现金流量避险，还有被公出售的未实现损益，当它实现的时候都是直接调整到本期损益里面。那剩下另外两个当它实现的时候就直接调整在保留盈余项下。好，好，那我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例子哈。那我刚刚来讲就累计其他综合损益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他综合损益指的是当期变动，那累计的金额呢，当损益表里面列的其他综合损益指的是当期的金额，那如果是以后的金，就那个和之前的金额跟本期发生的金额合计数呢叫累计，放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67页。好，67页呢，就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就其他综合损益各项组成项目，或者分别表示，或者分别列出它的累计数，那或者是以单一的金额来表示，然后呢附注的揭露。好，所以有两种表示方式，也就是说，损益表指的是当期变动的金额，但是以前到现在为止，到当期年底为止的合计的金额呢，我是列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的底下。好，啊，表达的方式可以分这五类，也可以单一就是累计其他综合损益一个数字，然后后面的备注好有哪些的组成，就是附注揭露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示例四。好，看一下示例四哈。因为上个礼拜当然看那个停业，没有书，所以没有去讲停业单位的例子哈。那就我们当然先讲到综合损益的，我们直接先来讲。好，那看一下呢，在我们的示例四里面哈，68页，建安公司X6年底，它的累积其他综合损益包括了被公出售未实现损益有24万，好，X6年底哦，累积换算调整数有50万。好，那X7年发生了。本期税后净利是15万，然后呢，期初有处分半数被公出售他的金融资产，啊，已经处分了，说24万我已经处分了，所以表示他已经实现了12万。那剩下来的呢，差七年底呢还没有出售，那相较于差七年底的公允价值，去增加了4万。好，这个地方你要先去想，他原来24万。因为实现了，所以累计数是不是变成12万？因为从12万已经从分类到本期损益了嘛。好，那今年度呢，它又增加了4万。好，所以呢，它又增加了4万，所以合计起来，一个是减少12万，因为实现了，所以24万要减少12万，所以变成12万。那年底的时候呢，又增加了4万，所以你对照到69页它的写法。好，那这边讲说我处分呢？半数处分，你可以看出在我们的69页的这个建安公司X7年度的综合损益表，处分金融资产利益，好，它已经写个12万在这里，它已经重分类在本期损益了，所以这12万已经包含在我们的税后净利15万了。好，那重点就在后面啦，所以你可以看它写本期净利有15万。好，那其他综合损益呢，基本上来讲，第一个我们有被公出售，本来要期初24万，可是今年我少了12万，因为实现了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重分类到本期损益的有12万，然后期末相较于期初又增加了4万，所以我的被公出售那个今年度差七年度减少的是8万，好，这样看懂吗？好，
然后再来呢，我们都假设不考虑所得税的问题哈。然后再来是差七年呢，第三点啊，在69A差七年呢，并没有处分任何营运机构，也就是说我的累积换算调整数50万没有重分类，因为没有处分。但那个汇率额回升产生利益呢是24万，我前面是损失50万，当年度因为汇率上升所以增加了24万，所以你可以看呢，我当年度24万就增加了，因为它年底的汇率回升，而且24万的换那个对那个利率回升的利益换算调整数出来。好，所以第三点，它就当年就损益表的部分，我就今年度回升了24万，就增加收入增加了24万，利益24万。好，第四点，那我年终呢跟签订外汇买卖和买权合约。然后呢，避免啊这个规避预期进口设备的现金流量避险。那差七年度呢，的未实现损失有12万，那期初是零。好，那我现在有产生了12万的损失。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这个现金流量避险所产生的未实现损失12万放进来啊，它是损失。所以我的这个其他综合损益今年度呢，就是净增加了4万啊。这个是假设都不考虑所得税的问题。好，所以呢，我的本期综合损益就19万，这样看懂吗？好，所以这是综合我的综合损益表里面只列是本期损益的本期变动的金额。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在我们的权益资产负债表权益的底下，我们要报导的是什么？好，你可以看一下的第八点。好，我的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失。期初本来有24万，然后呢，我期末是我是不是今年度调整了10万，变成是减少了12万，然后期末又增加了4万，所以我有16万。那累计换算调整数，期初有损失50万，好，因为产生的是换算调整数是在借方50万。那期末呢，因为今年度增加24万，所以我的期末的损失只有变成26万，这样看懂吗？好。第八点，69页的第八点，这个部分表达的就是指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下，每一个科目要表达的金额各是多少。所以，如果是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失，未实现利益16万，然后累计换算调整数损失26万，现金流量避险，好，现金流量避险未实现损失，12万。这样子，这样看懂吗？所以这个期末的数字就是放在股东权益项下的，好，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项下的，这样看懂吗？这个就是我们有前面所讲的，当损益表所表达的，跟我的资产负债表的权益底下所表达的累积其他综合损益，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损益表上面所表达的是当期变动的金额。而资产负债表的权益底下表达的是到累积到期末的金额，好，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这样看懂了吗？好，那我们来找一个后面的题目来练习一下，好，看大家哈欠连连，我也自己动手做一下，就会觉得太不好玩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题，好了，哈，这个第十四题呢，哎，就是分别题的第十四题，是练习题的第十四题，这比较简单，好，让你去搞清楚这些科目，然后再来我们先看完这题再说。好，很快的看一下84页的第十四题，惠安公司2023年度有关综合损益的资料，营业费用处分不动产销货成本外币换算调整数最后的金额，好，外币换算调整数损失最后数，然后被公出售增加的最后数，那你记得他写的综合损益好的资料，好。所以它都指当年度的数字了哈，它已经讲当年度损失增加，或者是损失增加，或者是利益增加的数字，所以都是指当年度的。好，还有利息费用、销货金额、
现金增资、股票股利、所得税费用。这几个科目呢，如果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怎么做，其实这个题目呢只让你去分一下。如果考试的时候，我要请你编报表，好，尤其是四大报表：综合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或者是保留仪表，你一定要把。我见到你编的是正式的报表，就是来正式的。那既然正式，表头就要写清楚。在考试的时候，我如果请你编这种表的话，除非我说部分，好，请你不编资产负债表部分，好，有关于权利部分，那你不用那个表头没有关系。可是我如果要你定一个正式的报表，请你表头一定要写清楚。好，像这个例子，瑞安公司，好，这是综合损益表。好，什么年度？销货金额。
来讲，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其他综合损益呢是本期损益项目要延伸的。好，所以呢，我的本期其他综合损益，你可以合计数是这样子。我把它这边呢写过来，所以就等于是我这边小记哈。因为你这样写呢，恐怕我就很难有一个地方，我就把它写过来一点哈，因为。182225，然后这边呢小细成这样子没有问题。好，然后我这边写过来就是86，所以呢本期综合损益就是173，延续下来的，没有把它切割开来，只是这边表达出我的本期损益，然后接下来把其他综合损益做一个合计数之后，得到本期综合损益。好，就是这一题的例子。那其实另外一个我要看一下呢，是另外一个例子，就刚刚有讲到，就是两个，一个是本期损益要报表的地方，综合损益要报表的地方，一个是股东权益，就是资产负债表里面要报表的。所以我们看一下16题，好的。那16题呢？它前面给你这些资料。好，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你要看清楚时间点。差二年的相关资料，84页哈。我们这一题讲，我们就休息一下，因为这一题里面才有把权益的累计的部分讲出来哈。所以我要把这个题目呢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哈。就说呢，差二年的相关资料，然后呢，他说这公司有被公出售的证券投资，然后原始成本6万块，差一年底的市价是62500，差二年底的市价是55000。好，然后接下来是给你当年度差二年度的，除了这个被公出售的这个投资的资料之外的其他的哈，那你可以看呢，我的销，因为第一个小题。他请你编制他的综合损益表，他是本期净利开始。好，所以同学在做题目的时候，请你看清楚，时间是有限的，要养成习惯。当然，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考试的时候，时间是很充裕，但是如果你出去外面考试，你就要看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给你这些资料，所以前面你自己去算，因为他要你编表。所以我刚刚算出来了，从这里开始，好，所以这边我都不写了。好，这边我都好，因为它题目上面只是要你从这里开始嘛，所以我本期损益，我算出来了，本期损益是55000，因为不考虑所得税，好，55000。好，那这个例子里面呢，它当年度，但它有给你其他什么发放股票股利那个。照编损综合损益表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哈。那我当年这个例子里面就有一个什么被公出售。好，那被公出售你可以看呢，原始成本那是差一年之前的成本是6万块，那差一年底是62500，所以这里也告诉你哦，下面呢，有告诉你说这个差二年底的市价是55000，那你当年度的变动。从62500调整为55000，所以呢，我减少了7500。好，所以我被公出售金融资产的未实现损失，本期发生的是损失，有7500，7500，是7万。对本期的，好，因为只有一个数字，所以不用分析。好，本期综合损益的金额，好，减掉10万，所以呢是47500。好，这是第一小题，让你做题做这里而已。
好，这是第一项。好，本期净利55000，被公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损失，本期这个增加了7500啊，这个本期的调整是7500。好，那第二个小题，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这里要增加进来的了。好，这里呢，接下来第二小题呢，就要问你的是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股东权益的报道。所以你要写他的表头啊，像这个例子，他只是写本期净利开始，他也不是编一个正式很完整的报表，所以你写不写表头，我也不会很在意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要讲的是第二个要编资产负债表权益的部分。好，权益的部分呢，股本。好，资本公积。保留盈余，然后呢，累计其他综合损益。我们的股本期初有15000，因为当年度他们有告诉我有增资嘛，所以这些股本啊资本公积都没有变动。好，所以15000。资本公积50000。好，保留盈余呢，因为我没有空间哈，所以我先住的方式。保留盈余呢，你可以看期初他告诉你，期初告诉你呢45000。好，我这边呢，如果我真的要写一个保留盈余变动表哈，保留盈余表，我就简单一点点，期初。好，它有前期损益调整。好，这是我的字。我写给你看了保留盈余表，如果你真的要写的时候，你不需要写，因为你只要把金额写出来就好。因为它的重点在于权益的那个资产负债表的权益的部分。那权益的部分呢，其实它没有在乎你每一个数字，要把它写得很清楚，这样懂吗？我现在只是写给你看而已哈。所以前期权益调整，因为待会我们会讲到保留盈余表这个地方就是了。好，调整后。加本期净利，减股利支出，得到期末保留盈余。保留盈余有45000，然后呢，我呢有期初前期损益调整7500，它待遇表示是加嘛，好，7500，所以调整之后呢，我的期初保留盈余是52500，本期净利刚写进来55000，好，这边是不是有发放股利？好，发放股利25000。
所以我的期末，好，柳玲你的数字，期末45000加7500，然后加保留本期净利是55000，减掉25000，对，期末是82500。82500，那我累计其他综合损益，因为只有一项而已，好，只有一项而已，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我期初本来有6500，现在损失是7500，所以合并起来，我的净损失累计的损失是多少？是不是5000？对不对？这样看懂吗？他告诉我，期初你用 T 字账好了，我的未实现损益，损益呢好处是损失跟利益可以放在同一个科目，你的余额在贷方就是利益，你的余额在借方就是损失。好，我期初有利益2500，那我本期呢增加了损失7500，就是7500。所以呢，我就产生净损失的余额就是5000，所以我的累计其他综合损益5000，我记起来。好，所以200000减掉5000，所以我的余额是277500。77500，对吗？好，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在16题就是626页，就这样而已。好，好，这个只是让你练习一下。我的其他综合损益，在综合损益表的部分怎么表达？我只表达当期变动。那我的资产负债表的股东的权益项下，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它已经不叫做股东权益，它只叫做权益而已。好，所以它不叫股东权益，它叫权益，所以资产负债权益。好，所以我们一起讲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稍有不同，会少了股东两个字。好，那为什么不是没有把股东放进来啊？这个有它一点点道理啊，就是权益的部分。好，所以呢，就是这样写的。啊，就是626页写的，然后完全可是你简单题目还写错，那我就不要上课。好，发现新发明。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讲保留英语的部分。